哎呦，学长很帅哦，不错嘛。哎，不然这样好了，你上去跟学长一起唱歌如何？你不用关系啦，你就去啦，把握这个机会，快点啦，去啦。哎，虎哥。哎。哇塞。虎哥好、哦，谢谢虎哥，谢谢虎哥。小礼物啊！没事啊，拿试试看又不用花钱。萱萱，妈妈今天加班会比较晚，你晚上洗完澡记得要关瓦斯哦。有没有听到、啊？有没有没有精神？是不是人不舒服？谢谢。谁要期中考很忙，下课还要补习。不要太累哦，你生病了。警方也立即展开侦查动作，不过收到的是一包知名品牌即溶咖啡。妈，嗯？我零用钱没了。又没了？不是才刚给你吗？我学校买书要用的。买什么书啊？说了你又不会懂。多少钱？5000。这么多？萱萱，妈妈手上的钱不太够，你先跟同学看好不好？下个月再买。没关系了，算了。哎，你早餐还没吃哎？今天出这四箱，你那个搬回去。快一点，快一点。真的吗？对，巧克力我为你做的。为什么要巧克力？因为我很开心跟你在一起。昨天说要拿钱来，今天又说没钱，这样我们要怎么做生意啊？这是先欠着，可以吗？欠着，所有人都欠我，那我不就要跑路了吗？拜托啦，虎哥。
你想要这个？谢谢我。那我卖，桌上这边都是你的。咖啡包，上次用过了，很嗨。这个是现在网美最流行的相机，你要不要试看看？还是你想知道学长喜欢什么？轩轩，你怎么现在才来补习班？我下课晚了。你同学早就在补习班等你了，轩轩。老师说你翘课翘很多次，你是去哪里了？你怎么都不讲话了？不要拉我！你听我说，你到底去哪？这什么东西啊？你学人家嗑药吗？啊！你疯了！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到底在讲什么啊？萱萱！学校期中考很忙，下课还要补习。老板娘，这个钱太小了。没问题，谢谢。妈，对不起。陪在你旁边。轮到我们喽。哦，好，谢谢。你走吧。是凌晨学吗？你很勇敢哦，你跟妈妈都辛苦了。那接下来希望你能定期回来门诊追踪，那我们整个团队都会一起陪着你，一起加油好吗？不要担心哦，谢谢医生，你就好好陪医生。